位於名護的沖繩美麗海水族館，第一次嚟沖繩的人基本上都是會嚟呢一度噶。然後第二三次咧，有心人亦都會翻嚟再翻嚟。美麗海水族館咧，朝頭早8:30就開噶啦，所以咧早起嘅人咧就有好消息。你除咗可以泊最近個停車場之外咧，你可以早買早享受，早啲嚟玩啦。呢度咧有分免費館同埋收費區嘅。收費區嗰度咧係有個好大嘅魚缸，裏邊係有好大嘅鯨鯊，咁好多人咧都係為咗條鯨鯊而嚟睇噶。咁你可能會喺度起碼1-2 個鐘噶，咁所以咧早嚟咧係會可以做到好多嘢咯。因為館裏面實在好多嘢睇啊，咁精彩嘅節目，不如大家睇我哋另一條片介紹啊！大家嚟到沖繩咧，真係 tips 嚟嘅，不妨戴翻個 polarized 嘅眼鏡，你望個海會靚好多噶。其實免費區真係好大噶，依度全部都係免費嘅。首先有海牛館啦，有海龜館啦，海豚館，全部都是可以免費使用的。咁當然咧，那個超勁大的手信鋪都是在免費區。我成咗就鏟佢，手信鋪黐線，我冇唔想買手信啊！嗰下會笑咧，你唔出勁驚啊！都而家嚟到水族館咧，其實多咗好多嘢食噶啦。之前咧，淨係得水缸隔離得一間啊半間咁樣，然之後又排隊又剩啦。而家多咗好多 food truck， 咁咧大家可以對住個咁靚嘅海食咗個午餐，先至去下一個行程噶。嚟到呢個鯊魚館咧，仲可以喺度影相留念噶。系连住个日历嘅咧，嗰张系免费嘅，但系嗰张要收钱嘅。我哋咧上次嚟嗰阵时系俾钱买咗张大嘅，忍唔住走。今次见到有个细嘅鲸鲨，咁咧我哋再影一次，但系我谂都系要免费嗰个算啦。你识得卡嘅？呢位人有咩感想啊？又俾人坑咗咯，又中咗招咯。免费嘅系最贵嘅。俾大家睇下呢個1300 yen 嘅，佢咁樣噶，用個 QR code 咧可以上網 download 個 data 噶，然後咧就可以自己印幅好大。我之前都試過，見到咩又高咗咯。係啊，之前係細粒噶，翻屋企比對下先，呢個好搞笑嘅。因為六年級畢業嘅畢業相啊，畢業紀念呢張呢個小學六年班畢業紀念嚟噶。呢、這個新喎，之前冇噶，所以咧佢耐唔耐咧會有新嘢出噶。啊，可愛！幾個拎住個菜菜啊！你冇話幫我吞鹽，即係話牙病咧鬧爆你。呢一個手信簿咧，基本上真係乜都有。文具啦 ，T-shirt 啦，而且 T-shirt 咧嘅 design 係幾靚嘅。呢啲雜貨 pouch 啊，咁當然會有啦。基本上食具、餐具，然之後食得嘅cookies 啊嗰類嘅手信都有。我唔知媽媽咧做乜嘢講嘢啊？即係意思係唔食得唔食得嘅手信呢度都有得賣。喂，絲巾。雨絲唔係手巾嚟噶，手巾嚟噶 ，handkerchief 啊！我都啱啱同，好可愛。我諗我仍然咧係過唔到自己嗰關食藍色咖喱。睇下先，明喎。大家想小朋友夜晚瞓好啲，我有個好介紹啊！如果大家有3歲到12歲的小朋友咧，喺水族館外面有一個免費的超大型的 net park， 好建議大家喺度玩翻一陣噶。水族館的營業時間咧，夏天同埋冬天係唔同噶，所以大家記住 check 啊。
介紹翻，介紹翻。而家咧，美麗海水族館咧有一個，你俾幾百億啊，你俾2000 yen就可以當日咧拆 B B 龜同埋俾 B B 龜嘢食嘅。Mia， 你真係咧好幸福啊！你屋企可以咧無料拆龜背啊！我啲同學嚟拆啦，500 yen一次咁樣，洗水缸就1000 yen。係啊，耶！商機無限啊，遍地黃金啊！記得報名啦喎！大家呢個海就係點解你要戴太陽眼鏡嚟？你有一陣太陽眼鏡咧，個海係更加靚噶。古宇，你到呢條大橋真係好靚啊！側邊嗰兩個海咧冇得頂。其實我哋淨係建議喺古宇里島逗留大概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嘅啫。有一啲人會想去深型石嘅，我哋就如果你大把時間係可以去嘅，如果唔係話好多時間嘅話咧，我哋建議咧揾一間好似我哋依間咁嘅咖啡坐低食下嘢或者飲下嘢，對住個大橋同埋側邊個海望下，咁就已經夠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嚟到今個行程嘅重點活動，亦都係我哋今日嘅重點活動——森林越野車。佢咧依度其實咧，你11歲以上就可以自己揸住架越野車，跟住佢哋個教練咧就其實好安全、好好玩噶。大家要換咗咧呢啲全身拗拗拗，大家要換咗咧呢啲全身嘅。先至可以玩嘅，我呢一個咧好過之前東村嗰個，因為東村嗰個咧係功能褲，嗰個咧我會叫大家唔好著黃色，如果唔係好似我咁變咗 mini。今次依個咧就好啲啦，全身黑色。嗱，其實咧 Yambadusha 咧有幾個鋪頭嘅，東村有啦，呢度有啦，然即依個係名護店啦，然後喺南部師門都有嘅。然後我哋真係好唔好彩，今日又好天，我哋次次嚟親都好好天。其實落雨仲好玩，唔使驚啲衫有問題，因為咧你換咗之後咧，咁你裏邊咪唔好著住嗰啲，咁就唔會濕曬。咁所以咧之後你可以好乾淨咁走，濕曬都唔緊要，咁樣先好玩嘅。我都想落雨啊！阿咩我去咧？好啦，我哋就玩完呢度嘅越野車啦。我哋感想就係超好玩，然後仍然係同一個 wish， 就係我哋希望下次嚟咧可以落雨。但係呢啲咧就真係冇得好講，睇下你個彩數啦。雨天有雨天好玩，有陽光嗰日咧就梗係即係好似唔使濕滴滴咁樣，你可能覺得唔舒服啊，有啲人會覺得唔舒服。咁所以咧睇下你個彩數啦。總之要平常心，太陽又好，落雨又好咧，呢度都係咁好玩嘅。所以咧。其實去到夏天是很有人氣的，建議大家不要來到想著聽天啊，聽天好像好天啊，聽天好像下雨，聽天不知道預約聽天，基本上是沒有位置的。這個活動是一定要提早預約的，如果你真的很想玩，如果想著搏下的，可以玩可以不玩沒所謂的，那你可以一日或者兩日之前再來看看，可能有些人呢 cancel， 那你就有位置攝入去咯。所以看看又是看彩數的，你想玩什麼沖繩的東西都是要預先預約的，包括我哋嘅潛水店清潛都係最好預約噶。當然你可以一日之前問睇下有冇得執死雞啦，有時係會有嘅。好啦，我哋下一站就係美國村。點解我哋咁晏先去美國村呢？係有原因噶。嚟到沖繩點可以唔嚟美國村噶？我哋建議咧，美國村係黃昏前先至嚟，因為咧其實呢度唔係 for 你 shopping， 係佢咧。嗰啲 building 好靚啦，夜晚又 light up 曬啦，好似啊咁樣，所以夜晚喺度散步亦都好舒服，同埋依度咧好多食肆噶，你睇下嗰個幾靚，夜晚。仲有點解夜晚先嚟呢？係因為每逢禮拜六日咧，美國村都會放煙花噶。做美國村嘅 coffee shop 好出名噶，呢個 coffee shop 攞全世界咖啡比賽第四名。而家沿海呢度咧，好似咧啲食肆 update 咗、upgrade 咗，之前好似唔係依啲嘢。夜晚好氣氛嚟噶。美國村咧唔係嚟購物嘅，係嚟打卡同埋食飯嘅，我覺得。
咁當然啦，佢都有好多鋪頭仔，你可以慢慢行。即係譬如咧，下嚟呢啲地方咧，呢度一間可能有啲美國嘢賣啦，然後又有啲沖繩嘢賣啦，又有壽司啦，有美國嘢食啦 ，pancake 啊嗰啲實有啦，咁包羅萬有。同埋咧，美國村有好多呢啲好得意嘅凳啊，其實咧你揾一啲 bench 坐咧，影下相都已經好靚啦，好有特色咯。美國村入咗夜之後咧，除咗餐廳，仲有一啲娛樂場所係一路開。當然啦，呢啲咁嘅機鋪啦，或者係去抽去夾機啦。過咗某個時間咧，依啲小朋友啊係唔入得噶啦，所以大家咧記住自己睇翻啲時間啊。呢、這個 complex 上嚟二樓咧，又有餐廳啦，有保齡球場啦，亦都有一間咧係玩貓貓嘅。我哋之前係嚟過嘅，不過冇介紹過。呢間咧就係咧嚟同貓貓玩嘅地方。坦白講咧，佢就唔係好平嘅，十分鐘要605 yen， 所以咧都幾要錢嘅呢個活動。但係裏面啲貓貓咧係好得意嘅呢間。我哋俾多個 option 咧，一啲唔浪漫嘅男人。呢度咧有一間好大嘅 home centre 叫做 Make Man DIY 嗰啲咧，咁咧你就可以入去逛下。我哋前面呢座 Depot Central 咧係疫情之後先開嘅，佢隔離就係 Le Cool， 就係有温泉嘅酒店，我哋之前介紹過嘅，大家可以睇翻我哋下邊呢條片啦。Depot Central 全等咧都係餐廳嚟噶。我哋咧都會喺呢度食晚餐噶，咁我哋食飯先。然後咧，美國村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美式餐廳，就係因為咧有好大個客群咧係呢度嘅美軍嚟噶。炸 Oreo 都有。哇！咁啊，大家如果想睇鯨鯊咧，就去北部嘅比利海水族館啦。最好咧就唔好咧去話潛水浮潛嗰個啦，因為咧。那個是圈養的，而且沒有教育意義，是跟水族館無關的。要是在這裡拍照，要是去水族館看真的啦。我們問過水族館，水族館回答說他們跟圈養的鯨鯊完全無關的，所以不要被人騙的。最好黃昏那陣來啦，因為再入到夜呢就已經關了那些店鋪。美國村其實很多酒店的，不過價錢就會相對貴一點，所以我們選擇了距離美國村15分鐘的二野灣，因為這個區是沖繩人的生活地方，有很多超級市場和娛樂場所，甚至如果你夜晚睡不著或者打風落雨，可以去大型的室內遊戲中心 Round 1。 我們今次住這間酒店叫做 Alakuju， 性價比就比較高的。我哋嘅潛水店清潛嘅客人都好中意住呢間，房間好大，而且有無邊際泳池。朝頭早起身食完早餐，影下相打卡，就可以開始最後嘅行程，去幫銀包放血啦。我哋仲有好多自費嘅沖繩酒店開箱片，我哋盡量會每個禮拜更新，已經幫大家分咗區域，大家去我哋嘅網站或者 YouTube channel 酒店開箱 playlist 就會見到。嗱，沖繩嘅天氣報告咧就不可盡信嘅，你可能今個禮拜睇下個禮拜預測咧，同你實際到嗰一日咧係已經好唔同噶啦。咁有時咧朝頭早落完雨咧，晏晝就已經放曬晴。嗱，話咁快咧，我哋就到咗 Rycom 啦。好啦，美國村出發嚟到依度啦 ，Rycom 嘅好大型嘅 shopping mall， 佢10點開嘅，咁咧大家可以咧。嚟沖繩玩嗰陣時候有一個 tips 就係、是、最好帶定件薄嘅外套，因為佢突然間咧會轉涼，咁我哋唔知道大家咩月份嚟噶嘛，佢隨時會轉涼，或者有時咧室內冷氣都係會凍嘅，咁你帶件薄褸嘅話咧就會安全啲，就唔使怕話嚟到之後冇外套啊好凍咁啦。呢、這個 Rycom 咧，我哋其實耐唔耐都會嚟嘅，而家多咗咧。幾個景點咧係比較吸引，第一就係 Workman Kids 同埋 Workman Girls 啊 ，Workman 女子咧係我哋之前介紹過係好抵買嘅一間鋪頭，然後3月1號今年2024年3月1號咧會開一個室內嘅0至12歲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，所以咧大家咧一家大細可能3代同堂一齊嚟沖繩玩嗰時咧，小朋友有地方放電，中層嘅大人有地方去 shopping。
Rycom 咧實在太大太多鋪頭啦，我哋就唔會逐間介紹噶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 Rycom 裏面嘅某啲鋪頭嘅介紹咧，大家可以睇呢條片或者呢條片。咁咧，今日我哋都會有啲食嘅方面嘅推介嘅跟住嚟啦。就算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啲人嚟 Rycom， 我哋都會介紹佢哋嚟 Food Court。點解咧？呢度好多個 counter 咧都有食物嘅保證，例如呢一間沖繩開嘅鳥肉啦。其實佢啲嘢真係幾好食噶，但係因為我哋屋企咧附近有，所以咧我哋嚟到 Rycom 就唔食佢。我哋食乜咧？好多時都係食呢一個係宮崎牛嘅漢堡扒啊！嗱，食呢一個扒咧，我好建議大家係直情坐喺佢個 counter 附近。點解咧？係因為咧個鐵板上面呢嚿鐵咧，如果佢開始唔夠熱嗰陣時咧。你可以將整個盤拎埋去，叫佢換呢嚿鐵。所以咧，坐得近有著數，你坐得遠又要搬翻翻嚟咧，都幾麻煩。呢度咧有香港人好中意嘅 Monbel 啦，同埋呢一 part 咧有啲第啲運動用品嘅，所以咧大家可以喺度睇一睇。如果大家喺度 shopping 唔夠喉嘅話，可以去下一站嘅國際通。嚟到旅程最尾一日，朝頭早 shop 完平應該都唔夠㗎。你第一次嚟沖繩嘅話，亦都冇理由唔嚟一嚟呢個咁出名嘅國際通嘅。嚟得國際通，除咗外邊嗰度好多手信鋪之外，好多人都會行呢一條市場本通啦，或者隔離嗰邊入咧，行一行商店街㗎。咁呢度咧，其實有好多沖繩嘅本地嘢賣，例如啦，有海葡萄啦，有海草賣啦，然後亦都有第誒唔同嘅手信啦，寫得都有嚟噶。如果你有媽媽做碗，哦，開咗就知道冇啦。我識，我識。呢個咧係真係好沖繩咯，裡面係冇乜冇嘢嘅，得兩點嘅。是外面很沖繩，其實它6600日圓咧係唔貴嘅，有啲咁靚嘅碗啊，一反開就話哦已經唔接受預約，亦都嗰個三婆嚟嘅唔賣俾你，所以咧大家見到咧靚嗰啲藝術品啊，自己中意嘅咧就買咗佢就算啦，唔好諗。嗱，你見我哋 skip 咁多手信鋪，直接行嚟呢度介紹，知咩事咧？香港人梗係要著數啊！大家咧嚟到國際通入一入嚟呢度咧，可以一次過喺度咧買手信，因為咧呢間鋪頭嘅手信咧係比出邊平啲嘅，譬如啲蝦餅咧出邊差唔多都係公價，呢度咧出邊咧係加埋税要756，咁咧佢加埋税係640，即係有一啲有好多款嘅，其實係平過出邊啲嘅。咁買手信可以喺度大手攬。呢間鋪頭行過咗之後咧，再行多幾間鋪就係、是。見到新的木質市場啊！佢而家已經起好啊，所以咧，大家疫情之後咧，可以去新的木質市場。大家去新的木質市場行下。嗱，我哋嚟咗呢度8年，一次都未喺個木質市場裏邊食飯。無論新舊，我哋都冇食過噶，所以好唔好食，我哋答你唔到。但是我哋有朋友試過啊，所以咧聽咗佢講嘅嘢，我哋都唔係好敢去食。總之冇乜人做事啊。嗱，介紹國際通咧，嚟到呢度差唔多啦。好多時咧嚟到呢個木質公設市場咧，啲片都停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想深入睇下呢度向再更加入裏邊嘅介紹咧，大家可以睇我哋下一條片。大家嚟到國際通呢個區咧，通常都會行上2-3個鐘，因為佢本身條街好長啦。咁所以咧，可以喺度附近食飯嘅。除咗國際通嗰條橫丁之外，亦都有啲屋台街啊。喺呢度附近，你入嚟少少咧，可能會見到好多鋪頭仔。但係大家可以再喺呢度繼續行入啲，裡面有一啲 local 人去嘅居酒屋啦、酒場啦，其實都有好多選擇㗎。
嚟到最後一晚，聽日翻香港、翻台灣都好。咁我哋咧建議大家咧還咗架租車先，然後咧喺國際通附近咧住一晚嘅。咁我哋就揀咗呢一間酒店啦，因為佢離開機場咧唔係好遠，大概15分鐘到，而且呢間酒店咧有機場同呢度之間嘅接駁車嘅，所以係免費嘅。咁 check in 咗之後咧，大家就可以玩下泳池啦。游水啊，或者去浸下温泉啊，然之后咧去国际通食饭噶。其实喺国际通两边咧都好多食肆，好多居酒屋噶。但系咧，如果想集中啲，唔想行咁多路咧，可以嚟呢度。呢度而家有3层，里面有好多居酒屋啦，有好多吧，总之好多唔同类型嘅食肆啊。入到嚟咧，可以一路行条通道，慢慢睇佢啲 menu 咧，唔使怕尴尬噶。如果嚟到沖繩咧，想食和牛咧，嗱呢啲冰嘅都要7000多日圓。如果咧你去餐廳坐低，正常可能會收你9000、10000不等。揀啲雞肉，佢就可以幫你燒你呢度。呢度3樓咧係疫情之後先至開嘅，所以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呢度有啊。呢一層嘅客人唔係好多咯，但係即係有嘢食啦。總之呢度3層咧都係而家 fill 曬好多鋪頭。就理論上是有生意才會開到第三層的，不過總之作為遊客你在這一棟嘢一定找到嘢食㗎啦。賴翔島呢度其實黃昏都很漂亮，不過因為向西西斜咧，你啲雪糕會很快融曬，我哋咧就比較建議日頭嚟，所以我哋5日4夜最尾一站就嚟到呢個賴翔島。你咪同我求婚啊！你揸住个手同我求婚啊！而家賴翔島呢度咧開咗好多特色鋪頭之餘咧，係其實多咗好多位俾大家影相嘅，有一啲佢叫做攜馬嗰個位啦，俾啲couple去影相啦，然後又有一啲吊椅咁樣。舊時咧係一啲鋪頭外邊自己 set 咗出嚟咧，你要俾錢先可以用得。但譬如而家依度咧係屬於個場本身，你買嘢你見到有得坐，有得喺度揈，又可以喺度影相。其實依度望出去個海又好靚啦，有飛機睇啦，所以其實好 popular 嘅。試下先。一啲好似冰咁樣嘅街景。其實點解仲要早嚟呢？係因為中午之後開始一路枕住多人，除了呢度可以食 lunch 之外咧，又有好多食甜品嘅鋪頭，包括大家好熟悉嗰間 Siawa Center Pancake， 即係個幸福鬆餅啦。咁然後仲有而家有好多新嘅特色嘅鋪頭係出邊冇啊，或者係好少，可能得加埋得2間嘅沖繩嗰啲咧，咁可以喺呢度試到咯。黃昏咧，呢度都好靚嘅，其實。但是真的會太曬，你拍完相就會收工，就不似得我哋好似而家咁樣咧，一路坐住喺度咧，可以享受一下呢個揈揈耳啦，同埋個天好舒服。去完賴翔島，我哋5日4夜嘅行程就完結啦。大家咧記得嚟機場嗰陣，你預多少少時間，因為好多租車公司咧都同機場有段距離噶。沖繩有好多唔同嘅玩法，亦都好多唔同景點噶。我哋咧陸續會拍多啲呢一類嘅片俾大家參考一下，例如多啲 one day trip 啦，可能嚟過沖繩已經3、4、5次嘅都可以參考嘅。又或者如果我哋咧有見到新景點咧，會繼續介紹噶。記得留意我哋呢個 channel 啊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啊。其實呢個5日4夜嘅行程咧，係唔係好適合搭的士同埋搭巴士嘅？因為咧喺沖繩嘅的士好難叫啦，然後巴士啊成日都遲到噶，所以我哋幫大家揾咗一啲咧中文嘅租車公司同埋合法嘅包車公司，大家可以喺我哋嘅5日4夜行程表裏面揾到噶。而大家咧預約佢哋嗰陣時咧，唔使話俾佢哋聽咧。是 Oki Family 的粉絲嚟噶，係因為不會有折嘅。呢、這個5日4夜行程表下面的介紹，只不過是方便大家去找一些中文的租車和包車公司嘅啫，唔會有折噶。我哋順便喺度呼籲啦，有啲乜嘢商家想揾我哋 Oki Family 或者清潛合作的話，隨時歡迎聯絡我哋噶。
如果你不想来到才知道你想去的店铺已经执了笠，那就快点订阅我的 OK Family， 记得按旁边的钟仔啊。